应用化学专业。尊敬的十二位老板、三位 HR 专家、涂磊老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兰，今年21岁，就读于北京化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从小到大，很多人都用乖乖女这个词形容过我，觉得我有点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但是在我看来，乖乖女这个词正说明了我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和执行能力。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我没有其他求职者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我相信在一张白纸上也可以画出美丽的图案。今天来到这里，我是想寻求一份和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谢谢大家。崔老师好，这样您特别的高兴，我奶奶特别喜欢您。你奶奶？谢谢您奶奶。就是她一直觉得您就是讲话特别犀利，然后也特别有风度。有风度啊，我是最没风度的。乖乖女一般有三个特质，第一，晚上8点钟准时回家，第二，不谈男朋友，第三，从来不去酒吧。这三点你做得到吗？我做到了。真的？真的。人生太痛苦了。8点钟真的准时回家？我经常怎么说呢，就是寒暑假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外出和朋友一起聚会啊，一起玩的。那你8点以后睡觉啊？我8点以后装作睡觉。装作睡觉，实际上在干什么？实际上在玩游戏啊，或者聊天啊，反正就是。那你也是装作假乖。但是就是父母说的很多事情，我基本上都是按照他们的意愿，然后当然就是他们也是为我好嘛，所以说我也是很愿意这么去做。也确实没谈男朋友。对。那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专业是也是父母安排的吗？当时因为自己对大学的各种专业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想说寻找一个我还比较喜欢，然后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专业。那学完了以后觉得喜欢吗？并不是很适合我。并不是很适合。对。也就是说你活到21岁没有一件是自己做主的，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吗？你看男朋友你也没有，是吧？专业也不是很喜欢，本来8点钟是想出去，结果憋在房间里边假装是个乖乖女，你好像活得很不自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一件我很喜欢，然后我也愿意为此努力的一件事。就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做主的，是吗？对。来吧，我们这样，面对着镜头，面对着你的父母，面对着你的奶奶啊，我们来一次成人礼好不好？虽然成人礼一般都是18岁，我们推迟了3年啊，21岁也没关系。让所有的老板见证一下，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情我做主，来一次成人礼宣誓好吗？好。来，面对着镜头。亲爱的奶奶、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登上了这个舞台。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从今天开始，我想跟你们说，我的事情我做主。真的啊？真的。你大四毕业了没有？我现在还在读大四。什么时候能就职啊？现在是想找一份实习的工作。啊，实习工作，你要求薪资多少呢？薪资2500到3000就够了。那倒是不高。市场运营你干过吗？我没干过，我做过一份实习，是销售类的工作。那你了解的市场运营是干什么呢？我了解的市场运营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推出一款产品，要对市场的形势进行分析，包括整合一些数据，然后从而提出一个要推出这个产品的方案。他说得出一点道道哈，跟以往的一些应届毕业生还不一样，他说出一点道道啊。2500到3000有没有地域限制？最好在北京，实习期间最好在北京。你父母在哪儿？我父母在河北。他允许你来北京吗？我在北京上大学。别的地方考不考虑？别的地方正式工作的话都考虑。哎，正式工作都考虑。对。啊。赵兰有个问题啊。你谦虚开2500，我们认可。但是不认可的地方是你是一个211大学毕业的，对吧？对。你应该知道自己正常的市场价格。多少？态度归态度。211的市场价格。211985。实习期间差不多。如果他那个未来走上工作岗位，他毕业了，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劳动力了，那么应届毕业生4500、5000。这个我这样我说个实际数字，我们从北方交大，然后从化工大学，就你的师哥师姐们，你们这样学校，我们给实习工资不会低于4000的。
像对外经贸大学我们还3500，只是实习啊。这个事儿人家自己定，人家说了今天的事儿自己做主。刚才三位人力资源专家说你开的这个工资相对于市场价格来说还算是趋平，但是陈浩觉得你不值这个价，你要不要做调整？我不调整，因为我觉得只要到了一个我喜欢的企业，就是2500是我的底薪嘛，我是可以接受的。第一轮选择去火力。天生我有才，赵兰的职场考题。假如你是一个花店的老板，情人节你进了许多的玫瑰花，但是在这一天你没有卖完，那么在第二天你怎样才能够把剩下的玫瑰花处理掉？我可能会以比较低的价格先感受一下，看能不能卖出去。如果是可能没有卖出去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你买多少然后我再送多少，或者是我反正促销把它低价处理掉。对，是这意思吗？对，没有别的方没有别的想法了吗？我还有可能比如说我是花店老板的话，可能我这个店里面会有一些长期的顾客，我有可能会比如说给这些顾客打电话，感谢您对我们花店的支持，然后我可能会比如说他没有来买的话，可能会做一些赠送。你们有没有别的想法？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想法，就是给男性来买单，单身男性全价购买，然后把你的微信你的名字留在里边卡片里边，女生免费领取。那么女生领到这个花之后，打开之后等于是个陌生人社交，那我如果我想关心这个人背后是谁，我就加他微信，这个男生又获得了一个认识女性的机会。男性免费，女性付费。就你那花店改成了相亲店呗啊？还有更好的招吗？这个当中如果讲实战性，就是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产品迅速的卖出去。其实最容易去挖掘的是他原来买过玫瑰花的这一批人，就是昨天送玫瑰成功的这一批再来去买，那么我们再给他一个附加，除了玫瑰以外再附加一个别的什么东西，然后给昨天送玫瑰成功的人，对，我增加他的重复购买，可能会更快一点。这道题考的是什么？这道题呢，主要考察的你是，其实题面上是个销售策略，但是看你在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和策略性。花儿第一天还是鲜艳的、欲滴的，然后很好销售，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你要在收回成本和你的这个效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但他的这个处理方式还相对于传统哈、比较传统，对，也难怪应届毕业生嘛，他还没收到过呢，对，是是是，能理解。对对对，那么其他的岗位你考不考虑？只要不是销售类的，我都可以考虑。为什么这么抵触销售啊？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段销售嘛，然后觉得销售类的工作可能并不是很适合我。我们尝试一下销售行不行？咱们现在就把一朵花，菊花。卖给陈浩。陈总您好，情人节。我这也有用。哎，你好。陈总您好，请问您今天是要过节吗？今儿什么节啊？今天是2月14日情人节呀。哎，我都结婚了，不过情人节。可是您可以买一束花送给您的夫人啊。哦，也对哈，老婆也可以当情人是吧？对啊。行，那就定999朵玫瑰吧。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玫瑰花暂时没有了。是这样，就是玫瑰花没有，情人节你不卖玫瑰花，你卖什么？其实不光是玫瑰可以表达爱意嘛，那我这有一大束菊花。菊花，还，轰走。哎，有谁可以挑战一下这个考题？还是卖给陈浩是不是？对，好嘞。那个你好，浩总。哎。今天是情人节，然后就是我有看到您结婚已经很久了，所以有没有想买花的需求？我想订999朵玫瑰。但实际上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跟您分享，因为我们店呢有大概相进来一批新的从国外进来的菊花。而这个菊花已经不是传统的，好像是我们在用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菊花象征着婚姻的绽放，因为它花朵很鲜艳，放在家里面可以陪衬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场景。其实玫瑰它很
它是美，但它很容易衰败。但我相信，其实菊花它象征着您的婚姻，您的事业发展这么好，所以菊花可以非常的。所以你是来咒我的是吧？不是。所以其实你是从国外回来的。我来。是不是我来点评一下？我来点评一下。有个关键就是。不，我来这里点评一下。陈浩，我来卖给你。这里呢，虽然没有玫瑰了，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最新的品种，每年只产十株的，叫黄色妖姬，过去是在英国王室，是吧？专门卖给。是这个品种你以前没见过的，它实际上是送给最最珍贵的人的。我看看，我看到蓝色妖姬，这不就是菊花吗？卡基不许，这个叫卡基不许。依你这大骗子，拿菊花蒙我黄色妖姬，这个你也太能骗了。这个不是菊花，我来。浩总啊，你是我们非你莫属最有个性的老板，对吧？其实在这里边啊，大家都觉得你是与众不同的。在情人节，如果你还给你老婆送990多朵玫瑰，你把你的这个品牌就砸了，对不对？太俗，咱肯定不能送玫瑰了，反正。我不知道您听说过稻盛和夫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菊与刀》。我想呢，您创业非常成功，您已经过了您那种疯狂和这种张扬这种时节。我懂了，就不送了呗。好，现在呢，你过节的时候仍旧要有花，要有生命来代表你的整个家庭的一种感受和自然和一种旺盛。但这个时候呢，你要用一种收的感觉。陶渊明说，菊花代表着隐士，代表着禅意，代表着深邃。那么稻盛和夫也说，菊花其实代表着一种企业家的至高境界。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买了这束花，你在所有非你的老板里边就是最有深度的企业家。好了，不卖花了。这里头啊，就厉浩洋这个包装啊，就是还算可以啊，还算不错，我还说不出什么大、太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女生啊，不太动脑筋，她始终还就是那两老几套。你哪怕是稍微动点脑筋，哪怕离谱一点，算是一种主意。但你一点脑筋都不动的话，你真的做市场营销可能太木讷了一些。对吧？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不够灵活，他永远都停留在题面上。乖乖女嘛，对，乖乖女嘛，对，没错。菊花这道题其实涂老师给你出的挺好的。春菊2月14号是初春，春菊是什么意思？春菊的花语是对爱情的占卜，是生死相随。难道陈浩总不想生死相随吗？和他太太，这句说的好，一定会的。赵兰是个乖乖女，本身我们还挺喜欢她的，但是我觉得她身上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她缺乏明显的亮点，没有营销的创意，也缺乏最基本的应变能力。既然市场营销不适合，还有什么推荐吗？如果按照你的性格来讲，我觉得你做那种文职的工作可能会更加适合。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上一家工作的话，在辉瑞制药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500强的企业，这个说明他们选人的标准其实是蛮高的，所以你具备一定的素质。其实我觉得你这种性格反而去做了销售的话，应该去挑战一下。对，反而可以叫你可以发现不同的你自己。还好2500元一个月做实习啊，还算是一种体验，好吧？第二轮选择去火力。还有9盏灯，来。五月营销是一个专门做营销咨询的公司。那么我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项目部的文案工作，我给你一个我们这个运营岗的一个实习生的一个岗位，是负责我们一淘互联网餐厅的用户运营。那个斯凯勒给你留的岗位是加盟中心的运营助理。我觉得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业务部门做一个助理。今天给你的这个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助理，工作地点在北京。我就给你一个全方位都能接触的这个岗位，就是我们优胜教育这个加盟连锁事业部的实习的市场这个专员。我们工厂是做食品的，我希望你来我们工厂的研发部门，我觉得能更好地用到你的专业。那优曼给你提供的是一个运营岗，因为我觉得以你乖乖女的性格，其实我觉得你更适合做一份基础运营的工作。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行政啊，我们梅尔莫医院呢给你的工作岗位是我们的行政专员啊，先做办公室主任的助理。灭掉7盏，留下2盏。老师，谢谢您。啊，谢谢您。
谢您。有请陈浩、张扬谈钱不伤感情。你觉得要是你爸妈选，会选哪两家？嗯，其实当初我来的时候，就是家里人对我也有一个目标嘛，就是优胜教育和咖啡之翼。我就知道你爸妈肯定选他，对吧？你奶奶肯定选我啊。你爸妈还是很靠谱的。实习期按天给，来，请揭晓。好，150、200，啊，这个薪酬你应该是满意的，都超过了你的预期了，很满意，对吧？来，把另外施展灯亮。有没有薪资超过于200的呢？不好听啊。220。有没有超过220的？把另外九盏灯灭了。你为什么只加20啊？你个抠门的主。不是，因为他们说250不好听，没事，260吧，260呗，280也行啊，238也行啊，对，那就238吧，211吧，他是211学校的嘛。好，他给出的理由是说，觉得200差不多，但为了赢多加20，是的，你可以考虑十秒钟，是否愿意让尹峰代替这两位男士中的某一位。你的决定是取代一桃吧？取代一桃。有请张扬黯然离场，再离开。别装了，赶走。好，请尹峰荣耀登场。你说一下你的岗位是什么岗位？是自由艺系列的营运助理。输出方向第一个是市场，你不是想做营销吗？其实自由艺本来就是为年轻的大学生创业者准备的项目，非常的90后，而且为了自由艺，我们还有专门的运营团队和营销团队。像你这样认真优秀孩子，以后成为自由艺的一个运营干部是非常容易和有可能的。我还有考虑十秒做出最后的选择。咖啡之翼，优胜教育，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咖啡之翼，对吧？我刚刚的表现可能有一些平淡，然后没有体现出我的个人特色。那么我相信我在咖啡之翼工作的这段时间，我的个人能力会逐步。